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愿不愿意对我心软，可不可以跟我放闪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天再换个新欢，说过了很多晚安，但是很久没有说过喜欢。接着上了台，唱的歌我的你里面藏着真实音乐人的深情，我们饶舌的 flow 跟着 funky 的 beat， 好了不再闹你表达生活的气。 Do you love me? I said always be。 写了好几首歌赞扬你的美丽，我对你的痴迷 All the beat no maybe， 来的讯息早就已经把你置顶，喜欢你的一切，喜欢听你说话，讲生活的细节，我就相同的历练，我们频率相同，宇宙奇异点，不得跟你相逢，很久没有这样做，慢慢的走，对我来说有点新有点旧，连我朋友看到都开始笑我。哎，不是，那你怎么突然开始害羞？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愿不愿意对我心软，可不可以跟我放闪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说过了很多晚安，但是很久没有说过喜欢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愿不愿意对我心软，可不可以跟我放闪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说过了很多晚安，但是很久没有说过喜欢。 Hey girl 我了你不太想他，不再无聊去找女生讲话，如果他们来找我也没有办法，但我只会跟你说，说你这样真的有点渣，说自己专情你还有脸吗？但是没有办法，我真的没有对他说过情话。别人那么老套，我们不去巴黎，那就伦敦或者更安全的柏林。哪怕这不像话 ，I like your body， 但是为了你我变得不在那里。真的没那么浪静，不会什么承诺做不到的事情，但我知道你不是那种追求 LV， 我知道你想要住进我的心里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再隔两天再换个新欢，愿不愿意对我心软，可不可以跟我放闪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再隔两天再换个新欢，说过了很多晚安，但是很久没有说过喜欢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愿不愿意对我心软，可不可以跟我放闪。 Oh baby 我不是渣男，大概两年再换个新欢，说过了很多晚安，但是很久没有说过喜欢。印象深刻的表演今天我觉得是人舞吧，人舞高中人舞新庄、哦、新庄的那个等级，因为舞台又很大，台下观众席又更大。帮我们开场的是，不是帮我们开场啊，这本来应该是他的表演，就是简嘉文威利，团员叫简嘉文威利。他那天呢，他唱完之后就换我们 OKCD 带上去，带上去之后整个下面都暴动，真的是暴动，就像那种很大概九八零年代 old school 的演唱会，然后大家手都举起来，然后再非常的，然后大家会唱我的副歌，对，非常的夸张。过去他们会跟你对，尤其是那一首歌还没有发，重点是他没有发新歌，对，然后他们都会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去年是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，应该说上台的状态没有什么意识。所以我很紧张，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没有办法想象自己长什么样子。但是我过去这一年来，因为我们创业这个 OK City 这个厂牌，然后跑了很多表演，我慢慢比较习惯熟悉舞台之后，我觉得我在台上可以比较放松。所以我觉得心态上差最多的，今年玩得非常开心。原本是从Live House 跟地下的那种酒吧开始，最近有比较多的校园表演了。我们很喜欢上校园场，因为大家都会很开心，然后我们也开心。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根本，可能他不是啊，因为他要写一些难过的歌。但是我做音乐根本是为了要写出让大家可以开心的东西，让大家看到我的音乐会感受到不管是内心的满足或是快乐。很多人其实跟我说过我有这方面天赋，但是我之前一直不觉得，直到我最近体会到，就是近几年，我觉得对你们没有支持错人，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。他说你这样真的有点渣，说这里